这边的，当时我们有成立合作社了，我们有贴在那边的合作社。陈明星，我对住他的演讲啊，有点难受啊，因为我们这些都不大会的，就听他们讲什么，我们讲什么的，我们自己又加一点东西，讲不了。因为啊，我们到的都是一种乡村的地方去讲，人家去拉夯啊这种东西啊，讲这种啊有很难讲啊。讲的是我们舒服就多了，我们承认的，整形。我总觉得很幸运的就是他们还是没有放弃的，虽然我们全国输到省六系。但是大家是很好的、很团结的去做，所以做到今天了，我是真的。各位他们都做政府啦，很忙啦，忘记了啊，这帮老人的付出了。所以我希望呢，我就衷心，我就要让他们看到这些为我们付出的这些老人家，这些其实元老俱乐部不要误解啊，我们是元老俱乐部这个名称罢了，我们不是老人俱乐部啊。很多人误解了，其实你17岁加入行动党，37岁就是我元老的，因为那个他们定下来20年。当然我是要肯定他们的付出了，跟接下来我要他们啊，元老，我们的那个斗争的方向和斗争那种精神不要放弃，我们到今天还是坚持住我们的斗争理念，因为我们组织我们有个宗旨说，我们要的不是等下啊，利益关系那个里面是大乱的，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凡是一个组织有了这种东西是很麻烦的，我们不要有这种东西。我们要的是说，把这些元老集合，把他们组织一年能够多少次，看那人做的是谁了。这是我的当然了，我这一次在这两年来，这一次在早就代替了人了，元老了，76了，所以我希望明年呢改选能够有新人了。新的人能来进来，来代替的，是吧？说在这一次我们要做出给他们看，给他们看一下，知道我们怎样做，留下个榜样给他们，等他们做的就更有新的东西。很关键的，所以那个真的是不快乐啊，各位。所以他们一直怀念那个日子，我们怀念当初啊，你放心，我们那这个快乐去了哪里？所以我希望这些领导这一帮人能够活得更精彩了，知道我们有活的不要。本身上垂头丧气啊，哎，我刚刚排法了，我就上不太多。我们自己人讲这种话啊，就不好听了。他不是来吃我们一餐的饭，原来，当你叫到他们来在一起，叫来一起交流的时候啊，他们觉得很高兴啊，是我们肯定他们有的付出，对他党的付出，我们对他们感恩了。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，所以他们也要求说最好一年能够来两次的，但是我说我的力量有限啊，看了就是看了，所以这一次在这边做这个呢，在这个方面这个礼堂这边7月7号，那么这个是单个电视在这个几个选区，但是这个不少啊，这个人所以我准备能够做到是20多做了，看可以不可以了，来看看旧照片，看我们要他们发表点意见。我希望咱们到那天呢，一个小时交流会，这边协助一个小时交流会，看照片，讲一些话，讲以前，讲你的不满，不要紧的讲吧，让领袖听到，只要有领袖来了，让他们听一听。